法吗？总之别期待我太多，毁灭吧，从我眼前消失，像泡沫一样消散吧，碍事的家伙。安静点，沉没在这片海底。有段时间没见了吧，活到一点都没感到高兴就是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赛琳娜，请问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？灰鸦小队李再次报道。我回来了，我们对彼此已经足够熟悉，就跳过这些繁文缛节，直接进入正题吧，指挥官。你好，指挥官，再次向你自我介绍，我叫诺安，这是我真正的名字，请多指教。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？我一直以来都是全力以赴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